哦，真能吃啦，做水的呢，哎，小加菜啊。想知道？好，就是有一次在路上啊。小姐，啊，这是你要的吧？哦，对啊。我记得这个牌子应该没那么香。应该是你身上的香水味。好浪漫哦！你看看你啊，都这把年纪了，是不是该讨老婆了？好了，我气罐歪了。嘘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，香水味。糖，糖最低的。小姐，你也唔惊拉气啊啦？我会记得这排水无阿香啊，应该是你身躯顶的香水味哦。你是谁啊？恶心啊！那是我卫生棉，你这么喜欢治疗就好了。卫生棉。